好，哎呀，好，这个各位观众、各位嘉宾啊，首先恭贺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还万事如意啊！又来到了我们每个周日晚上的时事漫谈的华语节目，我是澳洲雪梨的张小刚，今天的节目仍然由我来主持。首先呢，先让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已经到场的参加我们这个主讲的各位嘉宾，第一位啊是这个台湾政治大学的李有谭教授啊，李教授跟各位观众打个招呼。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呢是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背景的，现在在雪梨这个澳洲雪梨科技大学任教的冯聪毅教授，冯老师跟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哎，主持人好，大家新年好。好，谢谢啊。第三位呢是这个资深的台湾这个媒体人啊，现在也在澳洲的苏世英老师啊，这个苏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好，谢谢啊。这个上个星期呢，我们的节目呢刚好是碰到这个圣诞节啊，我们的各位嘉宾呢都纷纷这个选用了一个汉字为代表，对过去一年呢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这个2022年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情啊，包括在台湾，包括在中国大陆啊，包括在乌克兰啊，有很多事件呢无疑的影响非常深远。塑造着我们这个世界将来的走向，也塑造着这个已经到来的2023年，其中有些事件呢，可以说已经把这个第二个靴子也扔下来了，尘埃落定了。这个包括台湾的这个9合1的选举，也包括中国大陆这个习近平这个连任第三任的任期，那么还有的呢，还在僵持着，现在还在进行着的，就包括这个这个俄乌战争啊，然后呢，这个，有些呢，仍然在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就像这个中国大陆中共啊对台湾的这个武力威胁，那么还有一些呢，正在热闹之中，在高峰之中的，像中国大陆的这个疫情，现在仍然是这个很多人水深火热了啊，然后呢，是这个有些事情呢，可能还在叙事可能现在我们一时看不太清楚的，还在叙事，包括这个白纸运动啊，包括铁链女事件，这个唐山打人的事件啊，这个很多青少年失踪了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各位嘉宾啊，这个今天各位观众啊，今天呢我们1月1号是元旦，是2023年的第一天。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呢这个各位已经到的嘉宾啊，对我们这个2023年做一个展望啊，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啊，因为我们节目最开始也就是为了香港啊，包括这个台湾，包括太平洋的局势啊，包括这个俄乌的战争啊，包括全世界的这格局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呢，争取大家时间就是稍微控制一下，然后我们争取呢还有第二轮的这个可以互相回应一下哈。那么这两天呢，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做新年致辞啊，我已经看到了，包括习近平的致辞，昨天就已经有了啊。这个他主要呢都是些标过，这个中共自吹自擂一些，标榜一些功绩哈。例如他提到2022年啊，中国的GDP 超过120万亿，已经有好多这个硬比这个前一年又增长了嘛。那么所以很多网友说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疫情啊，这因为过去一年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在中国。从这个4月份啊，就一直都非常严重，那这个风控也很厉害，那就是难道这个疫情反而是促进了这个经济增长吗？是吧？这个，但是习近平实际上他的致辞呢，本身对疫情着墨不多，还聊了几句啊，主要还是在自夸了。那么相比之下呢，台湾的这个蔡英文的致辞呢，则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这个疫情，其中呢，谈到了啊，民众。因为疫情，民众所遭的这些困苦，也谈到了啊政府在这上的责任，并且具体的还谈了一些这个应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的施政措施，以及还谈到了呢台湾应该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抗疫呢，就是对这疫情呢给予援助的一些建议。
那么我就想想这个问一下这个李友谈啊，李教授、于老师，就您怎么看待这个两个，就是这大陆和台湾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些这个新年致辞，以及对大陆和台湾那现在这个走向的发展，您有什么看法？这个李老师，你是不是没有打开这个话筒？谢谢。上礼拜我是用负来形容2022年呐、啊，那今年今天刚好是新年开始，那我是用英文的 uncertainty 哈，那不确定性来形容，但是如果用中文的话呢，我愿意用盼这个字哈，盼望的盼哈，代表一种期许哈，来形容2023呐、啊。那不确定性的部分呢，事实上扮演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呐、啊，因为俄乌战争，我想大家预期2023会结束，哪时候结束不知道，怎么样结束也不知道，那么怎么样的战争的结果，后面的效应是如何，大家也不大知道，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呢，俄乌战争是首要了。那美中俄乌战争呢，它跟美中竞争啊。还是产生一个连带关系啊！如果俄乌战争啊一直很难结束，或者是那个战况一直焦灼在那边，它会不会引来哈、啊、所谓的犄角之势，也就是中国对台湾的压力？哈、啊，这是一个犄角之势，让美国自由世界应对这两边的冲突，它会比较捉襟见肘，或者是比较辛苦。那我们期盼的是俄乌战争可以比较好的发展方向，就是侵略者应该退到他原来的地方，那普京应该受到怎么样的处理这些部分。那美中竞争那是已经无法避免美中无法回到这个2017年前美国希望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以后带来政治变迁、政治改革那这个路线来。那么美中的竞争呢？有些部分已经确定，那某些部分已经没办法确定。那我们希望美中竞争呢，至少能够控制冲突，也就是说，它是不以冷战为名的新冷战。那竞争呢？用制度竞争，然后我们冲突呢，能够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那对中国来说哈，他明年疫情、经济跟军事这三个是他重点哈。疫情呢，现在的疫情很严重，那中国他可能希望说春天以前呢，这个疫情高峰能够过去，然后他可以拼经济，这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希望是这样子。但是疫情会不会带来很大的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疫情如果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或许经济部分在疫情告一段落以后会比去年好，但是呢状况也不大明确。可是我看到的是更严重的部分，就是中国的民意已经起来了从四通桥事件到白纸革命，已经带动对中共政权、对习近平主政的不信任，或者是反抗反对。这种白纸运动它会什么样的展现？它可能不是一次到位，它会不会是一个绵密不绝带来中共政治体制的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部分呢这个压力部分如果是一个在控制有效范围之内，那中国不管是共产党愿不愿意主动改革，体制内互相斗争能不能和平解决，然后人民那个所谓的政变兵变、民变这一部分如何控制在有效的范围，这个又是一个不确定性。那如果控制不好，那人民反抗很大，那习近平会不会铤而走险走军事那么军事的话，那就是他的周边，那台海就首当其冲。那不止台海了，搞不好跟印度的关系、南海的关系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中国的不确定性就带来台海的不确定性。那对台湾来讲，去年
民进党那个马氏前提那个九合一选举大败，那现在他正在重整旗鼓，希望那个复制或重塑啊，2018到2020，民进党2018九合一选举失败的很严重，但是2020就大翻盘，那么他现在也是希望做一点调整以后，2022能够继续维持民进党主政，但这里面有一个不确定性，第一个就是2018到2020是蔡英文总统他自己 主导，那现在是 一定要换手，那换手要 换手到比较确定应该是就是副总统来接这个角色，那这个过程中如何磨合又是一个不确定性，还有这个不确定性来讲它还是有相当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台湾在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之家一直将台湾 民主的表现自由的表现不断的提升到第一等级这几年维持到94分很高，比法国比美国分数还高，经济学人2022第一次将台湾评为全球10名之内第8名那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台湾第一名，那个民主的表现获得肯定，那年底我又看到2022的经济表现，台湾从2016马英九交班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上来2016到2022这六年，台湾的经济规模 GDP 从全球25名晋升到全球第21名，而且我特别去看前面20名除了荷兰是1700多万人口它的表现比台湾还好之外，其他19个国家它的人口数量都比台湾大很多所以台湾在经济表现上全球21名这是不得了的成就，而且在第21名的这个 GDP 的这个排名里面，我刚才特别再强调一遍，前20名除了荷兰之外台湾是人口最少的，所以这种经济表现大家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还产生这个困境，我想两个，第一个就是台湾内部的问题呢，经济发展过程中呢加上疫情原因造成整个社会有钱人更加有钱，比如说科技产业，但是有些人也许刚毕业的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好工作，然后呢或者是他读文科的，读社会科学的他的那个薪水一直都比较低，所以台湾的发展很好，全球第21名的经济GDP， 但是呢内部的这种贫富不均部分执政党因为疫情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执政党他如何去做处理这一部分可能还要再加强，如何让人民有感这一点这个很重要。另外呢2018也好2020也好，这个地方选举的失败当然本来就是地方势力本来就国民党比较强，也就是他基层势力就是四成以上，但是呢那个不容否认的中共的认知战，中共的超限战，中共的假讯息对台湾的渗透，包括这一次 TikTok 扮演的角色，加上台湾有在地协力者，这也无可奈何，因为民主国家一定有不同的政党想要拿取政权，那夺取政权过程中有些人叫他无所不用其极，就像赵少康，你看他几乎每件事情他都反对，我一直想问他们说那你们什么赞成，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反对党像国民党，他尤其是像赵少康这种比较极度比较强烈的这一部分，我就看不到他们有哪一件事情讲民进党做对的。蔡英文想将国防叫兵役延长为一年，那个朱立伦当为作为主席他是支持的，民众党也基本上也赞成的，可是像赵少康他们代表的所谓战斗蓝部分他根本就是这样批判的体无完肤。那在台湾我也接触到一些军工教50岁50-60岁以上这些，他那种蓝到让我觉得，我就想说你们立场跟中共有什么差别，他们传出来的东西或者他们的那些红那网红根本就到中跟他们讲的话跟中共那些网红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民进党他可能要将这是勇敢面对诉之于人民，让人民知道中共对台湾的压力
中共对台湾无所不在，哪怕他现在不竟然用武力，武力是作为后盾，但他最高目标是统战不战区人之兵，本来是想买下台湾，现在是想用欺压骗的要骗台湾，或者说是找在地协力者拿下台湾。那么这一部分呢，这个民进党他可能要勇敢面对，不能只是守势，他要数字让人民知道说中共给他的压力。这是我认为民进党如果在这种不确定的性质之下，他如果处理就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要勇敢面对经济发展这么好，但是人民这个财务不均分可能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原来的正统，也就是所有国家都会面对的左右这个问题，也就是到底你这个成长重要还是财务分配平均重要，这个问题他要面对。第二个就是面对中共给他的压力，他无法逃避。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已经提过几次，我希望民进党真的要去了解为什么李登辉面对中共的时候提出十八套剧本面对中共，甚至于这面对中共的剧本里面，我希望台湾也好，全球也好，一定要做。我注意想到一个，我今天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中国不会轻易跟台湾战争，也许美中冲突也不希望产生战争，但是像中共不断的军机绕台，还有演习，然后跟美国的飞机只差三公尺、六公尺，如果擦撞到怎么办？我希望自由世界也好，台湾也好，都要去面对。可能不想，可能没有想要战争，但是万一像这种不断的演习，不断的侵扰台湾，如果哪一天发生的这个擦撞事件，好，那如何去处理这个部分太重要了啊！我们虽然作为一个平民，我们希望本来不想打了战争，然后发生战争怎么办？很多战争冲突也许都不是主动设计出来的。你看第一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战争那个起因也都是一个偶发事件，然后就引起世界大战了。所以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不管是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台湾首当其冲的台湾，都要有更绵密的想法去设计，如果这个里面台海发生冲突怎么办，然后美国跟中国发生冲突怎么办，那这个冲突本来不是马上要战争，没有看到，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要全面战争的迹象，可是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用不确定性叫 uncertainty来形容明年。但这种纵然如此，我还是提出一个盼这个字，就是我们希望2020到现在，或者说2017 2018到现在美中竞争，然后2020到现在这些动荡上礼拜我们讲的动荡颠覆可以告一段落，我们盼望否极泰来。谢谢谢谢这个李老师刚才讲到这个赵少康，其实也确实这个从今年这个俄乌战争以来，我也看过他的几个这个视频，就感觉到他的完全的这个说法就是要跟中国大陆中共的说法一致。这个其实让我非常意外，因为我知道早期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看过他的一些动作，他还比较当时还比较欣赏他还是比较讲什么民主啊什么的，而且包括当时这个六四中国发生八九民运六四的时候，他还是非常表示支持的，这个支持六这个民主运动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这样，就说确实也非常出乎我的这个意料。那么现在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习近平的新年祝词的时候呢，他非常这个罕见的没有提到统一这两个字。这个在最近因为中国是多次在强调这个台就什么统一祖国啊，台湾问题一定要解决呀、啊。那包括这个当时佩洛西访问这个台湾的时候，中共还发出了就是飞机降落之日就是台湾统一之时等等，就是武力威胁的这个腔调。哎，这一回呢，他没有，而且他用了一个就是讲到海峡问题，他用了一个相向而行的这么一个词。这个相向而行呢，其实它不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成语。而是这个中共在最近呢，往往在这个外交场合里边常用的一个词令，它的如果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呢，可能跟他想表达意思也相反，用相向而行叫逆向而行的意思，但是他可能叫想要表达的意思，让你有一个印象是他要达到一个大家中间的我们中间的一个这个点。那么在这里他用海峡两岸的问题的时候，他用这个到底是
赢了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他就是在这次的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中共的和他在这个台湾的这些势力呢，就是一定用一直要用战争来恐吓啊，就是你选民主党就选成战争。那么现在呢，就刚才这个李老师也讲到，就民进党在这次呢是大败，那么他是不是要又换一个腔调啊？要说啊，只要你民进党下台了，你如果他的代理人上台的话，他就会用好听的一点的话来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含义在里边。那么当然也有可能呢，就是说他是不是因为啊，比如说由于在这个俄乌战争，他也看到俄乌战争这个普京也是搞到这个灰头土脸啊，这个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台海战争、台海的这个武力威胁能不能奏效，可能是不是他会也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再加上现在美国这个重返太平洋啊，这个而且全世界都对台湾表示这么大的一个支持作用下，是不是他也感到一些威慑的作用，所以在口这个这上面有所退缩呢？啊，这个或者是他有故意要迷惑一下世界，或者有其他的隐情。这个我想请听这个冯老师来分析啊，就中国大陆过去一年国内也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包括以前的这个天连女事件啊，当时也很多的民众都在关注的，然后这个台湾打人事件，那么现在呢，它的这个风控引起了就是这个几乎一整年的这种强行的风控呢，引起了很多的民怨，那么再加上这个现在后来世界杯一开，大家都看全世界都在开放，所以也是引起了一种非常这个对比，当时在而且在之前习近平还讲过几次啊，就是要坚定的这个搞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动态清零，但是他出访包括参加G20，包括去这个泰国泰这个什么这个这个亚太首脑的会议，他都没戴口罩，就他自己好像先躺平了哈，那么就给很多的民众也是一种非常对比的这个，然后最后又激出了这个白纸革命，所以他后来呢突然间放开，就完全没有预兆的，就好像呢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给人家一种印象，他是一种在一种极大的压力下，然后突然间来做一种转向，所以就你怎么就请问的冯老师，你怎么分析这一些的事情，而且你怎么去就说对这个今后一年的中国大陆的这种这个走向啊，你有什么判断？我想采取比有谈兄更积极或者更乐观的态度和立场，因为他说叛，我不是叛，我是这个变急，应该变过来，就是要用一个字的话，就是我这个变呢，最主要的是这个满足这个有谈兄的这个盼望，这个欲望，就是邪恶轴心的普京独裁政权，习近平独裁政权，伊朗独裁政权，甚至于北朝鲜的独裁政权，至少两个倒掉每年，然后让这个第二次冷战有一个比较明朗的结局显现出来，但这个最希望的是习近平这个独裁政权倒下来，但是可能性最大的是普京的独裁政权会在2023年倒掉，这是大概率事件。因为现在他很难生下去，他装那个样子，看过年就举杯乌拉乌拉，但是他是已经变成人类公敌，对这个对欧美、世界几十个国家支持的乌克兰，时间已经拖差不多一年了，再拖下去，明年应该有个了结。当然，普京一倒会给中国人一个非常大的激励，或者一个松动，就是这个白纸革命不管是不是还是以白纸革命这个方式，或者换一个方式，在这个明年会以别的方式重新汇集，重新抒发，有可能新翻大浪，把习近平给新翻掉，
因为你看看他这个新年致辞啊，我非常愤怒，因为他对这个不用跟小英总统的比较，就他你看那个致辞里头，看就目前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在死亡，多少的家庭，几乎这个北京上海可能是100%左右的人都感染，所有家庭都被感染，这么多伤痛，这么多痛苦，这么多死亡，他一句话都没讲， 一点安慰都没有，这就根本不谈这个死亡和苦难。作为一个领导人真的是狼心狗肺，就是我看了一个非常愤怒的，然后在这个场合，在面对全民那么的苦难之后，他还要自我表扬，说他如何成功，如何非常残忍，非常无知，也非常这个无耻。所以这种中国人，因为现在千家万户都在经历苦难，他没有听到这个致辞，比我的愤怒我想还要深还要大，只是他没有机会 表达，所以我借这个机会替他们表达这种愤怒。而这种愤怒 在继续积累啊，刚才啊有谭兄也谈过，民众已经觉醒，已经起来啊，在这种苦难度过之后，他们会寻找一个他们合适的机会，重新聚集，重新出发，来找这个罪魁祸首问责。所以这个是啊，我想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一个事情，但我不知道概率有多大，但是这个可能性是蛮大的啊。因为当然另外一个事迹就是伊朗的投权革命有可能在明年也成功，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的事迹。因为这个民主啊，我们来讲第三波第四波，它是一个浪潮的样的出现，如果有个地方倒下来，它会互相推动，像浪潮一样来。所以我是想变，就是这个2023年应该是一个大变局啊，从这里出来啊。我想再补充一下这个有谭兄刚才讲台湾啊，台湾如果用统计上这个啊GDP 就国内产值，但是台湾和日本很接近，就是它的 GNP 要比这个 GDP 大得多，因为它在海外投资非常大啊，就是它的国民收入，就是它在海外创造的这个产值很大。台湾其实如果现在有很多投资回流，从大陆回流回到台湾，我想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在相当程度上减缓这个贫富的悬殊，因为有很多就业机会，有很多这个啊高科技产业里头的啊年轻人会有新的收入，会减缓这个不仅是台湾本身整体财富的增加，也减缓贫富之间的悬殊。我想这个啊这种趋势，现在已经开始，我恨明年会更加明显，就是这个在啊，主要是在国内的这个税收啊或者其他的产业政策上做一些微调，我想台湾就可以达到这些目标。所以我在这个机会，因为刚好过年啊，对这个苏大姐还有这个啊李教授，对台湾人表示一个祝贺，也表示一个啊新的期待，就是他们已经走上一个啊非常非常啊令大陆人羡慕的一个康庄大道上面。我就讲这么多。好，谢谢冯老师啊。冯老师讲这个变，其实也确实我们也可以看有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发生的一些变化，就是包括就是说这次的白纸革命运动啊，其实我们在澳洲呢，就是这么多年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社会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每年的六四活动啊，我们很少看到这个年轻的大陆的这个
大陆人哈，他们学生来参加。但是这一回呢，这个白纸革命以后呢，就这边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大陆年轻人自己啊组织起来来主办了很多活动，而且有些人他们也就毫无会员，就他们原来都是小粉红，然后后来啊经过一系列的事情，开始这个对这个中共的一些做法去开始那个批判。那么这个从那个大陆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到民众有很多的做法，就是表现也跟以前不太一样。比如说，就是在昨天晚上哈、啊，这个我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同学圈里面发的，在武汉，这个民众呢跑到街上，等着就像往常一样哈、啊，就是恢复了，终于我们恢复了到往常一样，我们迎接这个敲钟啊，这个守夜敲钟。结果官方的一阵高音喇叭在讲，今天不会有了有守夜这个。报钟的哈、啊，大家呢这个人太密集了，大家走去，结果没有人理睬，大家一自发的在那里喊他、啊、这，然后最后这欢呼，所以很多人现在呀，这武汉这个已经就要变天了，就这种感觉哈、啊，所以就是确实这个有些以前也就是暗流在慢慢的这个变化着。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苏大姐哈、啊，你刚刚从那个台湾回来啊，在台湾也看到台湾的一些情况啊，现在的现状。然后你回来以后呢，也跟这边的一些大陆的朋友啊，这个有一些交流，也可以看到了这个在澳洲的一些大陆的这些情况。那么你怎么分析，就是现在这个台湾和大陆他们将来的这个，就是在过去一年可能发生，就是这个展望一下哈、啊，这个走向，你怎么看的？我要先说这个，因为今天我现在已经回到这个澳洲来了，在悉尼啊。那今天已经澳洲政府已经宣布，从1月5号开始，他就是中国入境的，他就是要做这个核酸检测才让他们进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疫情是非常非常严重，死了那么多人了、啊。虽然他官方的消息他都不承认，他还是一直在掩盖，但是我们从各地的消息都知道，他这个殡葬业啊，还有他那个丧葬场那个地方啊，那是这个人满为患，你根本来不及烧，甚至于说这个尸体可以在大街上就可以烧了，那可见死亡的人数是蛮严重的。我们当然因为他这个中国的消息都不透明，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起码这个从这个意大利那边他查出来说这个中国飞往意大利的就已经被查出来说这个45%到50%左右的都已经有这个染疫了，所以他们各个国家也都开始采取，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个行动，有风控。我刚从这个台湾回来，马上就接触到，就是此地这边澳洲这边，大家这个中国反共的中国人士呢，就已经开始在联署，就是说啊，赶快这个我们要去跟这个政府陈情，说不可以这样把这个中国人这样子毫无这个阻挡的就让他们再进来，就让我们想到2019年了、啊。那因为在大家都没有警觉的情况之下，那中国就把这个病毒新冠病毒啊带到全世界，也不过几天的时间就全世界都受到感染。那欧洲那里不小心，那欧洲那边的情况是非常严重，所以这一次意大利为什么会警觉的这么早啊，那就是他已经开始在这个有在这个警觉了，所以对这个中国2023年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醒字，就是大家更多的觉醒，更多的醒过来，你就发现说，你海外的人来讲，你可以看到说，中共真的就是一直在回避，一直在讲谎话，欺瞒哦。那你现在这个疫情报到各个地方去了，那这个大家看得出来了。那现在这个有多严重，我们就从海外反映出去，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个中国境内的这个疫情有多严重。那现在澳洲，我觉得到1月5号才开始这个检测，才开始管控啊。
我觉得是太晚了，今天才今天一号了。那台湾那边呢？没有很明确，但是听说已经是落地就检测。你如果检测，你如果是阳性的话，他怎么处理？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说明啊。那但是这个他会做检测，也已经开始在警觉了，阻挡这些啊。那我们在想说啊，刚刚这个主持人讲到说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元旦的讲话里面，他讲相向而行啊，他没有在讲那个好像战狼的那种声势，好像减弱了一点。我们在想说，他会不会因为我相信这个疫情这件事情啊，还有全世界围堵开始围堵中国人入境这件事情，已经够他头大了，他现在。但是我们能够保证说他一直都是用这种低姿态吗？我不太相信，因为我相信疫情万一真的过了以后，他那个战狼姿态一定会再起来了，所以我不认为他是可信赖的啦。 他整个共产党的这个本质如果不改，习近平的这个本质没有改的话，那大家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能够太相信他。那所以我因为我刚刚从这个台湾回来，老实说我这次在台湾的一个月啊，我是有一点小失望。因为之前还没有回台湾，我是三年半没有回台湾了。那所以这三年半发生的事情呢，那我一直处在这个澳洲的这个生活范围里面，所以呢接触的也都是澳洲的这个环境。然后呢，我所知道，当然我当然会去看台湾的消息，它是我的家乡，我一定会去看台湾的消息。但是我无形之中，我就是处在比较自己的同温层里面，我看到是比较正面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的经济，哎，就是成长很好，相比尤其比中共那个中国衰退的太厉害了。台湾呢，相比这已经开始要准备要这个好，这三十年可以正面这个，我看到的都是这些好的新闻，而且我们看到台积电它的晶片怎么样到美国去设厂，然后那个受到多大的欢迎，然后台湾的地位多么的重要，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我接触的人里面，大家也都是对这个台湾的防御能力非常有信心。台湾的云峰飞弹绝对可以打到北京过去，然后台湾有那个防空导弹啊，哺乳打雷达，它这个拦截这个中共的飞弹的攻击，绝对很强。所以呢，老实说，我回去之前，我对台湾是信心十足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充满了希望。但是这一个月下来，我接触了很多的庶民啊。这些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哎，我老实说，我真的是有一点失望。为什么？受中共的认知作战啊，真影响太大了啊。那像我到这个台南去的时候，明明他们台南、高雄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一天到晚就可以听到那个战机，那个因为中共机来扰台嘛，那所以那个军用机场那边呢，经常台湾的军机就要升空。啊，去做拦截，去什么？大家其实是知道的，并不是说那个，但是很麻痹。你他并没有说感觉到说这个迫切，或是那，所以你就讲说台湾人这么好像，这个非常好像，跟以前一样非常淡定的这个样子。哎，我认为，因为我们很有信心嘛，所以。台湾人不怕嘛，哦，那结果我回去了以后，我发现或许我原来的信心，有一批人，台湾是有一批人，没有错，是有一批人是这样子，很知道啊，而且很有信心，很了解状况的，但是很多人是不了解状况的，哦，他不怕的原因就是说没有感觉，然后麻痹的感觉呢，不是因为有信心，而是因为麻痹。因为觉得啊，好习惯了嘛，这个共机扰台不是几十年他就要说要打你，他到现在也没打啊，等等，这种麻痹
他并不是说对台湾自己的信心。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周边的，我在这个回到台湾了以后，现在整个社会啊，受中国消息，尤其是官方的消息，他不是说中共这些，我们接触的很多都是中国的这些自媒体传出来，真相传出来，但是台湾的人呢，他看那个什么这个什么中央电视台的啦，然后看一些亲中媒体的新闻，所以他很熟悉，因为为什么同语言相同嘛，那语言相同他很容易就去接触到那些，而且大量在看抖音。那抖音我们都知道，抖音真的不可相信的，它就是慢慢的渗透你进去的，就是像抖音啊，可是大家还是这样看啊。我平常我也看，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会去分辨，那我们同样也看一些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些事情啊，但是台湾的民众很多很多，还有很大批的人呢，他只看中国的消息，而且是看宣传大外宣的消息，就是看一般的啦，比如说什么春晚啦，那比如说你说汪小菲跟大 S 的离婚啦，那然后他们的跑那些影艺新闻啦，什么中国好声音啦，还有整个陆剧啦，我自己也看陆剧啊，但是我同样我也看澳洲的东西啊，还有看美国的这些东西，但是台湾的他们有些人呢，他就不看西方世界的事情，所以甚至于他不知道我在碰说这个澳洲的一些情形，我很多朋友还会问说，那这个澳洲上这个公共厕所要不要付钱啊？那这个就说他们对西方世界，当然你就说上公共厕所要不要付钱，因为欧洲嘛，那欧洲是要厕所是要付钱的，那但是美国啊澳洲是没有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台湾人基本上他对中国是很熟悉的啊，我不能讲说实际上熟悉，是说他被宣传的那些他是很熟悉的什么湖南卫视他出什么节目，然后陆剧是怎么样，那然后哪几个明星在这个大陆这个唱过什么歌，得过什么奖，这个很熟悉很熟悉，连一点点那个什么，你就说像这个汪小菲跟大 S 这个都可以，大家这个谈话性节目不断的在谈，不断的在谈啊，所以反而大家都不看西方的，台湾的媒体呢，而且因为台湾自从媒体开放了以后啊，它可以数值大幅降低啊，那然后再加上你说很多那个就跟着群众的口味，大家都喜欢追星啊，他就根本就是报道这些东西，真正的西方世界的东西报道的很少，你就发现你看不到什么国际新闻，在台湾的媒体这样，那这个东西呢，因为言论自由的范围，那我们一般老百姓也没有办法说去扭转这种现象，你媒体都是这么堕落嘛，那你堕落人那个我们也没办法说一竿子打翻所有的人，因为这个媒体的生态就是这样演变，那你只能加强什么，只能加强大家的辨识能力，你就说你要分辨嘛，你这个新闻哎，它是有目的的，或是说啊，你看到抖音的这个你要开始警觉，哎，我是不是我接触到的资讯全部都是中共的，都全部都是中国的，而且是中国那种文宣类的，不是实际的状况的，那比如像这样，然后西方的是不是在你的认知的比例里面太低了，所以这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是看到这些了，就相对的我就觉得是有一点蛮失望的，你在面对中共的这种认知作战的时候啊，你就不奇怪说为什么那个又来一次这一次的这个九合一的大选，这个民进党会大输，败的输的那么多，为什么你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你问了他马上他不了解你澳洲或是西方世界疫情已经过去了，他不了解，他只知道他说啊，没错我们比大陆好很多啊，我说是啊，
比大陆好很多，你大陆实际状况你也不知道，你只是你知道说啊大陆要封控啊什么，一般的了解 detail 他也并不是了解，然后对西方的太陌生，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现在很必须很需要面对的一件事情。还有另外就是说台湾呢媒体呢又很容易去扭曲资讯，像比如说这个蔡英文不久前他因为台湾现在开始恢复这个兵役嘛要当兵一年了，那然后各方这个媒体这个就很多蓝营的媒体就在批评了，那但是蔡英文讲得很清楚，我觉得他的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他说我们要备战，最好就是备战，你要准备好嘛，你准备好对方就不敢轻易打嘛。那然后赖清德那他也那个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我们现在他强调要这个和平讨台，事实上他并没有说去改变蔡英文 的方向，那但是媒体现在全部都在讲赖清德放弃抗中保台，赖清德在走和平保台，就说你看民进党搞输了，现在民进党转弯了，我在想说这个实在是太很荒谬的事情，这什么媒体他就制造这种，有没有后面有没有中共的势力在那边跟你认知作战，不无疑问啊，为什么会去好好的赖清德讲说和平保台，就是说我们从来其实蔡英文从来都是讲说我愿意谈我愿意谈啊，我们愿意和谈，随时等待愿意跟这个习近平做谈判，没有问题的。蔡英文很早就这样讲，并没有说否定掉这样，但是中共不断的军机在扰台的话，那你难道不要备战吗？当然要备战啊，你说赖清德有说不要备战吗？当然没有嘛。但是你看媒体的解读全部都去讲说啊，这个民进党开始转向了，一副这个绥靖主义还有这个投降主义弥漫在台湾的天空，这是我感觉到非常这个忧心的地方。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2023年呢台湾呢我要再强调还是要觉醒觉醒觉醒，而且呢我认为民进党在执政党啊他的时间也不多了，一定要加强文宣跟加强民众的对新闻的辨识能力，不要说天天听抖音的完全照单全收，虽然你看起来我跟我朋友讲说抖音他是在给你做认知作战渗透你的思想，他说没有啊，我看的是综艺节目啊，他们那种笑话啊有什么那个，我说无形之中啊，那你为什么不看一看这个西方国家的那很多美国的那个或者是澳洲的综艺节目歌唱节目也很好啊，你为什么只看那个中国好声音呢、啊、还有中国的节目呢，完全对国际的这个慢慢脱节，然后跟这个中国的社会呢还是渗透的很严重，这是我感到忧心的地方。我希望2023年呢不管台湾还是中国都能够 大幅的觉醒。就先讲到这里。是啊，这是中共这个搞这种外宣啊，这个通过这种认知作战，他是老手了。这个是他这个他历史几十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但从这个讲这个台湾，就说抵抗中共的这个武力的攻台呢，其实这个确实是台湾内部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从乌克兰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当时实际上在这个普京在今年年初二月份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其实世界上普遍的国家其实对乌克兰的抵抗并不看好，包括美国已经提出来让这个泽连斯基去这个组织就是去避难了，去流亡政府，但是因为他这个政府的就这一批政客非常坚定的就是我们不离开基辅啊，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他包括他的军方也有这个应对。其实我觉得呢台湾其实也是这样，就如果他的领导人这批能够非常坚定的去守护台湾，然后他的军方有完备的这个措施来
对付的话，那么能够吸引到全世界各地大家就看你台湾有决心有力量，然后大家才会支持你，那么台湾才能够顶得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绥靖，就是这个在中共的这种大外宣影响下，绥靖政策的这种存在确实呢是影响台湾，而且也包括我们在澳洲也可以看到，现在就是说这个新的政府，澳洲新的政府，他现在就急于跟大陆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去改善关系。那么包括这次的疫情，就是在我们回想在三年前，这个2020年的1月1号，我们知道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发布了说有八名造谣，就传谣的人被这个训诫然后呢，我们后来知道其中有一个就是李文亮啊。然后呢，这个中共在中国内部掩盖消息，也在对全世界掩盖消息。最后后来很快疫情这个扩展，然后当时在这个谭德赛宣布说这个疫情已经包不住了啊，现在宣布说是一个全球的这个大爆发的时候，澳洲政府是第一个，就是跟美国就第一时间就宣布要这个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旅游来检控。但是这一次现在的情况几乎跟三年前一模一样，就是中国这个大爆发，然后呢这个情况就是而且它也开放边界，允许人全部出来，那么这个确实也是把疫情重新引到全球的一个可能性。也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都纷纷宣布就是对这个对中国的旅客进行这个检测，澳洲呢迟迟没有，而且到现在宣布了还要搞到5号，还有好几天，就这个窗口是有大量的可能把大量的这种带着新可能是新种病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带进来的这个机会，所以呢是造成一个威胁，就说明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澳洲的领导人在这里确实是少了一个些，他为了讨好这个现在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来做的这个，所以确实是这个是一个相当有危险的。好了，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那么看看这个我们现在的几位嘉宾对这个我们今天谈的话题还有哪些回顾的或者回应的或者在总结的，我们可以大概每个人5分钟的时间吧。先请那个李老师，您看看有什么可以回顾这个回应的。好啊，非常谢谢哈。那个黄老师讲的变跟苏大姐讲的行，我觉得都讲得很好了。所以如果中国人台湾人都可以醒过来，然后呢世界产生大变局，那就是我的期盼嘛。所以我盼望我的盼就是盼望苏大姐所讲的跟冯老师所讲的都可以实现，在明年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啊。我也一直认为像北韩这种躲在俄罗斯，现在尤其是现在躲在中共背后这种耀武扬威啊，那对人民的这种无限欺压，事实上是被软硬的结果。如果俄罗斯在普京倒台以后呢，产生大变局，那中共也产生很大压力，产生大变局，那我想这个伊朗也好那个北韩也好，应该这种专制都会撑不住，那第四波民主化可能就马上就会启动。否则如果以前几年2005开始第三波的那高潮已经过了，这十几年来自由之家都不断的报道全球民主处在倒退中，尤其是疫情期间全球自由情况倒退更严重所以我们期盼这个后疫情时代来临带来否极泰来的世界局势。第二个我要说的是，中国人也好，全世界人也好，或者说自由民主国家都人权挂帅的价值观也好，死生是大事。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是让人觉得恐怖到连死亡多少人都不知道，这是多恐怖的事情。不管以前的那种火车摔的事件，或者说大的一个事件，中国长期以来就让人家对他公布死亡人数都不信任。那现在疫情一样，一个国家的政府连死生大事的事情公布的时候人民都不相信，那是多可怕的一个社会啊！
我实在没办法去想象的，我实在没办法去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啊，这个有人写过说是溃然不崩，那就是早就大溃烂了嘛，只是中共集权专制用他收刮来的财产的人民的那个努力的成果，对内镇压，对外扩充。这种状况之下，说实在的，我真的很赞成冯老师所讲的，这样一个政权说变就变，搞不好马上就倒台，因为他内部已经空了嘛。就像当时苏联垮台的时候，也没有人预料到嘛。中共垮台，可能全球也没办法预料到。我没办法想象说一个不只是民无信不立而已，而是连死生大事都不相信的一个社会，怎么还可以存在啊？怎么还可以运作啊？我相信人民这种觉醒，那个苏大爷所讲啊，人民觉醒应该很快。事实上，人民已经觉醒了，因为从四通桥到白纸革命，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所以有些人啊，我包括我的朋友讲说啊，三月份明年三月如果两会确立习近平全部揽权以后，就更没有希望了。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很多人认为说明年三月习近平就大权独揽，就整个就稳定，错了。他大权独揽，反而内部的其他派系更不满意。然后呢，他的责任要扛得更重，大家知道，整个箭头指向习近平，你这十年来主政，发生这么多问题，你还有脸再干下去吗？你就再干下去，后果如何？所以呢，这样一个变局，我们随时都可以期盼，都可以预料得到。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对比出来。台湾真的走出一条跟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我也看到越来越多海外中国人期盼的是中华民国这样的旗帜，这样一个宪政主义，包括宪政或者是旗号回到中国统治。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这种观点的，所以呢，最后我强调了，中共这种立即暴力跟谎言，尤其是谎言这种部分已经在输出，这个输出部分台湾已经有些人中毒。这认知战为什么成立，为什么确立，就是有些人基因跟他一样，或者有些人可能在那边利益可图，或者是他本身为了要夺回政权，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意故意的，无意或故意的接受中共这种统战的模式，就是造谎造假，或者是说故意部分的事实扭曲。所以赖清德讲的是强化国防和平保台，怎么会被扭曲成他是只是要和平，然后放弃的所谓的抗共。我主张不管这个小英总统或者赖清德，不要去讲什么抗共啦拒共啦反共啦，但是呢一定要护台。这个东西任何民间领袖都可以讲，但是为政者不需要去对中共呛声，也就是小英总统一直谨守的，他不挑衅中共，但是一定要坚持台湾的基于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跟生活方式是我们一定要保障的，我们也一定要主权，要维护人权。这一部分为政者可以讲得更清楚，说他可以不去挑衅中共，但是主权维护自由人权，然后呢我们的宪政秩序跟民主生活方式，小英已经讲很多遍了，这部分还不断的强调，然后呢勇敢面对人民，勇敢面对这种挑战，小英重新掌握麦克风，重新回到跟人民沟通是好事情。他讲说700多天来没有做召开记者招待会是因为疫情，那我们过去事情就算了，现在我希望民进党真的勇敢面对变局，勇敢面对挑战，因为台湾有些人真的是故意混淆是非，受到中共影响，已经有些人已经有中共的基因了，所以这一部分要勇敢去对抗。我们期待未来真的是明天会更好，明年也就是今年开始会更好。谢谢。这个谢谢李老师啊，其实我非常同意你讲的，就是这个习近平要是集权的话，三月份集权的话，只能使这个中国的变局更快啊，因为一个集权它的特性就是最后阻塞很多这个真正的有这个信息交流和有才能的人上去，他会这个蒙蔽他自己，特别你看他用的人像李强啊，这完全就是这种佞臣啊，所以最后他呢只能是采取一些越来越多的错的东西，就是所谓我们就称为加速师。好，现在请这个李老啊不这个冯老师来，您来回应一下，您来谈一谈。
我接着刚才讲有谭兄讲的保台，我想我们大陆的中国人会帮台湾保台做小小的贡献，就是我们再重复，就是我们把中共这个政权把它翻了，把它翻掉以后，这个台湾就是绝对保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还有可能这个把台湾的这个民主宪政民主的制度啊，对，这对向大陆传播作为回报啊，因为我们把中共政权翻了，台湾人回报把这个经验带到大陆来，让中国的这个社会重建、政治重建和道德重建啊走得更顺一点。一个是李老师刚才用过英文说 uncertainty， 在讲一个专制政权 uncertainty 之后啊，搞政治学人也经常讲，对专制政权的 uncertainty， 我们的正确的态度是永远是 it's bad the unexpected， 就是去期待那个啊那些预判不到的事件出来。所以这个我看到这个契机，特别是当我刚才说那个对习近平那个心灵知识充满愤怒之后啊，以我这么一吨都愤怒，我想中国太多很聪明的人肯定会更加愤怒，就是他这个是继续当面撒谎，就是既然这个整个是中国现在是这个满身病野的这样死人这么一个这个啊瘟疫这种灾难，他其实一点都不顾，就是还讲 去表扬他的成就，这个是不能饶恕的，按照中国本身的、一般的道德伦理真的是不能饶恕的。我想这个中国人会回过神来的时候肯定 要找他，包括那些在含冤而死的人，那个鬼魂也要回来找他，就这个 要把习近平赶快带离人间，因为他继续存在继续造孽， 对中国人 是祸害，对台湾是祸害，对世界也是祸害。我是今年本来过年应该是讲好话，但是他我是忍不住这个愤怒，我在揍他。谢谢。好，谢谢这个谢谢这个冯老师啊，看苏大姐，你有什么补充的？我还是要强调，我希望就是说台湾能够对中国中共有这个能够加强免疫力，能够这个抵抗力要更强一点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看那个你讲说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主之路啊，那个。中国大陆在89年民运六四天安门事件啊，那一次我们看到它的结果。那同样的，其实台湾之前在两蒋时代也是一个威权的统治的，那时候也是其实是在89年后一年90年才开始。那是因为台湾很幸运有李登辉啊，李登辉才把。完全让这个中国跟台湾这个两条完全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去了，那政治层面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个民主的 DNA， 台湾民主的历史还是太年轻啊。那个我们是因为到这个西方国家，在澳洲生活久了，那。已经很习惯了某些思维方式，某些处理事情的那个 pattern， 我们已经很习惯了。但是我发现台湾毕竟因为还很年轻，所以他有时候在不清楚的时候，不小心的时候，他会回到跟这个中国传统的那种威权之下的思维。比如说我听到不少人在讲，他说哎呀，那个习近平如果那么爱统一，要那个台湾是做他的一部分，那你就让他有面子嘛，我们要有理直就好啦，我们要那个有这个独立的事实，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什么军队啊，自己的这个领土啊，
就像一国所谓一国两制那样子，那你就面子给他嘛。我听了我真的吓傻了、欸、那个像这样子的想法跟这样子的真是完全就是对这个民主的这个概念、哦、太不清楚了，民主的 DNA 还没有生根，所以我还是希望2023年呢在全世界不光是台湾了，尤其民主年龄比较轻的地方呢，希望在这方面更能够加强民主的 DNA， 然后加强抵抗中国的这种免疫力，这是我的希望。嗯，好，谢谢这个谢谢苏大姐哈、啊，这个谢谢这个几位嘉宾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嘉宾分别讲到了对明年的这个期盼，那么包括呢，一个是要清醒，觉醒啊，要认清这个中共。然后呢，我们要这个有对这个这个中国对世界这个变局，这个这个独裁政权垮台的这个变局抱有期盼啊。那谢谢这个大家，也谢谢各位观众的这个观看。那么这个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是今年，不是明年，今年，2023年，今年。好，那个谢谢大家。那么我们就跟这个各位观众这个打个招呼哈，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再见，谢谢。OK， 再见。